守平的那些妖魔，为什么文殊将军不帮忙赶走呢？这个嘛，香儿，记得以前和你说过的相濡以沫的故事吗？记得，两条鱼儿被困在干涸的池里，为了活下去。哦，这边一样。哎，怎么对话好像都一样了？没有新的对话了。红姐姐，西域究竟是怎样的地方？是李军。待会儿都放轻脚步，我们绕过去。琉璃造的元灵武器，可真不错呀！今次一定要用这玩意儿立个大功劳。小师妹，别来无恙。师妹不但与通缉要犯厮混，还在向河关坏了我李军好事，这是铁了心要与我们作对了呀！叛徒，闭嘴！绝不会让你干扰师兄大业，隐世必破不过懦夫，若不为天下魔鼎放走，算什么魔者？天下大乱，是李军还是绿林乱党？师妹，想清楚。这小子好歹也不算错，难道与机关术恶用，就是所谓正途？小辈儿说的也有理。做之事，在我看来，圣墨就是一群假货，唯有师兄才是真正的墨者。好啊，小子，本大王从你小子他妈是墨者好了。小鬼，好好救命啊！这群庸才的。
两个小鬼没事吧？虎儿，你受伤了，还好吗？小伤而已，不碍事。我真的没事，小意思，我早就习惯了。有意思。如何？复魂牢吸引妖魔，捕妖家捉住他们，接着用这机关取出元灵，最后借妖魔的元灵强化武器。走了，小鬼们，别在这儿磨蹭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做原理啊！就刚刚春哥是自爆死的嘛？主角原本要给他最后一集的，就我这一关都是靠两个 NPC 在打。好，总算解决他了。我、哦、当初风之舞是用口音控制的哦。这个我倒是忘记了，我们先回去解支线任务了。啊，这边刚好有萤火。看一下有没有新的对话。这么说来，大王应当也见过。哪忘得了？嗯，一模一样。好的啊，你没有找到我阿父吗？你阿父已经走了。和你阿母好好过日子，你阿父会看顾你们的。是阿母，上个月就已经。也就是阿父阿母都不在了。嗯，走吧。四周都毁了，你怎么还待在这儿？阿父阿母都不见了，我找遍村子都没见着。你们有没有见到？他们不会走远的呀。可以帮我找找阿父阿母吗？求求你们。没问题，交给我们。谢谢你们。不过到哪儿才找得到他们呢？阿父阿母身上带着成对的鸳鸯玉佩，一人一边挂在腰上。村子里头会带着玉佩的只有他们了，肯定找得到。好，
你在这儿等我们。都死了。一枚是鸳，一枚是鸯，看来就是他们了。只能把玉石带回去了。没事，一定没问，找到他们了吗？他们，我只找到了这个。谢谢你们，这样子，我们三人就可以团聚了。这是应该的。这些你不拿走吗？没有关系。可以再拜托你们把玉石放回家里吗？能够回家的话，阿父阿母也会很开心的。我们家就在村口旁边，那间大大的房子就是了。没问题。好丑啊。被我猜对了，这小孩子真的去世了。林秋，他刚刚……啊？难道刚刚那个是？心有挂念，无法离开。和阿父阿母一起回家吧。谢谢你们。这是阿父生前最珍爱的一枚棋子，我们也没有什么可以报答，就送给你们吧。临风无凶，去年与兄手谈过后，弟再三复盘，深感兄棋艺之精妙，棋品之高洁，真棋君子也。弟日日砥砺，不敢懈怠，盼能望兄之项背。待得入冬，再与兄煮酒论棋，岂非赏心之乐事？崇高失许。唉，看来这场棋是不了了之了。事情还多着，赶紧走吧。阿兄，林秋的阿父就是故事所说的林峰吧？云母是的，我们去崇高找找写信的那位师许吧。嗯，见不到人，见了棋子至少可以睹物思人。按着村子被破坏的程度，怕是连蛛丝马迹都找不着了。夫人来了这里，随后就有妖魔。这事已不是第一次遇到了，而且周遭留下的痕迹总都有几分相似。
吉鹏大王，夫人真没有什么事情瞒着你吗？小鬼，这问题佐证你完全没在听本大王说话。大小姐的人格是不容置疑的。是是是，你说了算。继续向北的话，就如大王先前所说，是嵩山吧。大王被关进机关屋这么多年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？本大王也不晓得，但大小姐这么做一定有她的道理。依我看，肯定是因为太聒噪，夫人嫌烦了。大小姐从未嫌我吵，就只有你们总是跟本大王顶嘴。你们该庆幸是本大王宽宏大量。多谢大王。我听吉鹏讲话就觉得很有趣，很有那个疗愈感。快到了，四杠当快到了。突然都升级了。